哎、欸，你死掉就好好死，你那一个幕府往前移动干嘛啦？干超好笑的，哎、欸，连死掉都要死的这么飞旋就是了啦，你很强哦。你怎么没有死？我靠！大哥，我错了。这是啃死了吧？林北就是要你死啊！好了，现在呢，想办法进入地下。我们先去看前面那个石狮子啊、喔！我就是想骗你。好，这个我们记得有那个文件嘛，对不对？狮子，然后叶子，鸟儿。有，拿了一片狮子徽章。这应该是可以要拿来摆在下面的吧。然后我们刚刚在图书馆那边也有一个嘛。那边有一整群僵尸，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感觉头痛。开了一节。So Elliot was right. Yeah. Yeah. The passage isn't open yet. Yeah. 好，接下来靠北的部分就是图书馆那里了。我们可以把它引到二楼，我们再下去解嘛。为了节省子弹，来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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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肚子超有弹性的，你看，我短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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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太肥吃太肥了，来乖乖乖上来，我只有38子弹啊，无法你上来，有啊，他上来了，我来走楼梯下去就好了，这边可以引一只哎、欸。利卡是什么？就是一只很强的怪物啊，真的超强的。靠背这边两只，为什么？不是吧？计划失败，原来下面已经有两只在等我啦，看来这个行不通了，各位，我们还是想办法好了。干完蛋了，我觉得我要死在这里了，各位。把他推开啊！要搞在一起啊！啊，死掉了，屁股翘好高哦！啊，双鱼蝎子跟那个是大象是不是啊？这个。哎、欸，这个吧，有一个马儿。没事没事没事，林北小刀，林北小刀。所以说他要点出来之后，射击伤害比较高，是不是？原来是这样子啊、喔！太早射，早泄啊、喔，不叫没有。破坏性是不是？我知道了，各位大大，以后我会
急久一点再一次射出来的，好不好？我懂你们的意思了，真的是受教了，受教了，真的。以后我会急久一点再射的，真的。我在想要不要存档，我现在这个有点母汤啊。但是我们的射带呢，我觉得啦，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哦，我们可以存第二格嘛，是不是？哎，这样才有希望嘛，对不对？多存有保佑嘛，射带不要浪费嘛，对不对？我们去二楼。这样不会有小孩，哎，原来如此，学了一课了 ，OK 的。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退出实况界，变老头代言人了。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一个篡位的概念，占地为王。是手抒发手上可以拿权杖，权杖就已经原本就在身上了吗？还是，哎，这是哪里啊？哎哎哎，这里好眼熟，以前二代的时候好像真的有这个画面，哎，保护伞公司，为什么你们都听得出来啊？对啊，我觉得声音都一样啊，你们是怎么听得出来的啊？右二左十一，好，这才是正确的。马蒂达，又是马蒂达，感觉这根本就是专门为马蒂达设计的嘛。预购送的枪根本就跟智障一样啊，没什么小用，超级。有打勾标志代表派不上用场。啊，为什么不直接显示丢弃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删掉呢？但林北有不祥的预感，真的他妈超级非常不祥。这个是，Oh my gosh！赤红色，哎，门禁卡在这里啊！终于有散弹枪可以拿了。顺啊！掉什么东西？直升机送暴君来了，完蛋了，我死定了。通常拿到重要道具之后呢，后面就会来一波他妈的吓你的东西出现了。各位做好心理准备，准备要出发了，老司机们。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啊，果然真的送暴君来了，欸，呜 ！Holy！ 哎，直升机坠机！这个撞可以哦，超撞，而且没有爆炸，欸，哎。没有爆炸，欸，说撞就撞，一合不合就开撞。Hey! Leon! Claire! Hold on! I'll be right there! Okay! Okay! 着火了，爆炸了。玩以前的二代一直觉得哪个神经病建造警察局，一直还蛮诡异的，需要各种钥匙。这警察局根本是个迷宫。Unfortunately,
No. But how are you doing? You know, just surviving. 还有时间这样子你侬我侬哦。Any luck with your brother? 快点啊，逃命先啦，还有时间调情啊。Lose hope. I'm sure we're gonna find him. 好像美剧《英斯路瑞奇》的造型哦。我也这么认为，很像。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Yeah. Dinner time. 晚餐时间。Claire, I think you should go. Don't worry about me, Leon.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Whoa! Claire, you need to go now. Okay, let's get through this, both of us. 然后刚讲完，克雷尔就被咬死了。一切都是谎言。我想一下啊，我想要换一个服装了。啊，还可以用特殊画面哦。若想要移除滤镜，请换下黑色服装，会变怎样？看，不要啊，我不要看这种白色画面。等一下，来，还是一般服装好了，好不好？正常一点。I've got a situation here. I'm surrounded by zombies. Marvin, do you copy? Marvin. 马文死了啦，不用讲了。Damn it. 对啊，就是美泰风格，靠杯闯进来了。Holy crap！ 哇呼！哥哥，送头啊！干，真是实在太不怕了！妈妈咪呀 ！It's me！ 啊，惨了！菊花残。干过来了，我残了，哇，来做特写，他妈特写。Marvin, I got a situation here. I'm surrounded by zombies. Marvin, do you copy? Marvin, 我可以走原路回去吗 ？Damn it!二楼不能放、哦，老头玩期待吗？有啊，当然有玩期待啊。干你老师耶，我先走了。干你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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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干你老师，让我出去！我操你妈！死胖子，滚！哎、欸、啊！开门啊，哥哥！开门啊！哎、欸。他们应该活着吧？旁边有开关啊？不是啊，这个要那个啊？你要我放这个进去哦？哎、欸，而且我书好像还没放，是不是？哎、欸，对啊，我漏掉书的部分了、欸。咖喱老师，我居然漏掉书的部分了？为什么这个没有变僵尸啊？白色大门右边有门，哎、欸，可以挡了。他妈就想再进来，但我他妈就知道。What the？ 再给我唧唧歪歪试试看，这个啦。よし。
什么声啊？你不要给我进来！闪光弹装备可以使用，必须使效力范围内敌人晕眩，被敌人抓住时可以用来反击，但是会大幅减弱。我要怎么把它放上去？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觉得我先用小刀就好了。草山小哦。哇，草山小，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哇，欸，微微满了，终于可以开门了。好满啊 ！Nope，Nope，Nope。我们先去开一下那个铁卷门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好不好？反正这边僵尸都清的差不多了。对啊，清的差不多了，先恢复一下电力吧。然后我们可以存个档，然后马文应该死掉了，马文不见了、欸。Marvin， 你去倒位啊 ？Marvin， 我觉得我们现在组装一下我们的马蒂达。哟，还有什么？我们去把那本书放一放啊。那个书在哪里啊？我忘记了。马文还没这么快啊，真假的？里昂柜子有24发的配件，不是吗？什么意思？我现在用的是预购送的东西、欸，哎，预购送的东西感觉好废哦、喔。我真的觉得预购送的东西有废到。存一下啦，好不好？嗯，好。然后我想一下哦。我们之前把书把那个书放在那个上面，那是哪里啊？看我失忆了。好了，哎呀塞！20战警客串还两只咧。那我觉得我应该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先拿到这样东西再去存档的。做错了。算了。我看一下警看一下僵尸有没有在下面盘旋。哎呦，有板板咧。我们来煎一下斑斑。居然有子弹。
Shotgun。下杠走这里。终于会看地图了，当然我是谁？老头呢？不看地图，找死啊！啊！去把那些该拿的都拿来吧。还有什么东西不需要的啊？接下来，我们现在身上取得独角兽徽章、狮子徽章已经拿到了，我们还有差一个徽章。那这把钥匙权杖是放在哪里？关键道具、切割工具还需要吧？我觉得啊，某个地方有曲柄没拿，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因为太赶时间了，所以说我们直接略过嘛。东部办公室，而且那边锁起来，我们要从另外一边进去，走这里。哇，这样大门直接打开，僵尸不会闯进来哦，这么丢。往右边走。这里啊，好，家在林北有风，给你封住。这个是拿来去关那个上面那个什么气压室的吧？不拿算了。这边早该开了。这样快多了。调查会红宝石。哦，只是不知道装哪里嘛，之后应该会用到。然后我想一下哦，那个是在哪里啊？这些都没进去过。西侧办公室进去之后，资料室要绿色的那把钥匙吗？我记得那个好像是在二楼，刚刚在二楼的样子，我就以防万一，不要他妈说出来就出来哦。干，来不及了，僵尸要进来了，操！What the fuck？ 这里通到哪里啊？啊！靠北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没有位置，解锁了。这样一路来通了。对啊，新的，先出去再说。跑到这边来了，先回去一波。东西带太多，真的东西也是不能乱带呢。可是我真的都忘记了这些道具哪时候用得上，真是很麻烦。哎呀，啊，这个没有用了，放进去好了。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巧妙的避开那些僵尸。武器改造子弹会补满。我已经拿了。哎，干你老师！哎，操你妈鸡巴！烦呐！你别被嘎了啦，鸟山小哦。Holy shit! What do you fuck doing? 怕，没事没事，无代志无代志。谢谢，买一送一，这个拿去炸那个门。炸那个门嘛，对不对 ？CAP 哪一扇门的锁需要用到 CAP？ 会不会是那一楼的？楼上那一楼的？二楼的密码柜嘛，是不是？去二楼 ，CAP， 可是我没有空间了。算了，还是先去装炸弹好了。还是说他只是拿来开子弹而已呢？谁啊？谁在？兔三小，原来是你！哦，直接按上去了。CAP， 散弹枪子弹没问题。我们还有什么没装？是炸弹没有装。哇，那边毛利小五郎啊，柯南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你是不是躲在后面讲话，柯南？真正的凶手就是你！看毛利小五郎啊，没事，浪费了一颗子弹。毛利小五郎已经死掉了。没有位置啊，我真的想哭。我真的想哭。包包真的有点小，真的啊。
哇 ！Oh my god！ 开始要敲了是不是？哇哇哇！我是不是该离开这里 ？Oh god！ Oh god！ Oh god！ 干什么东西？走开哦！你不动我不动哦，虽然我动了，我回去了，对不起啊、哦。嘿嘿嘿嘿。Hello, it's me. 杠上了，杠上了。妈，我死掉什么都没了。我先讲，如果我不攻击他，是不是不会怎样啊？抱歉了，没事没事。先走，先走，走先走先。哎、欸，走先走先。他看起来非常的安全，他也知道我不想伤害他，非常好。我慢，包包真的满到炸。奈火三楼密码保险柜从 Stars 的办公室二楼移至一楼。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他们这后续都会告诉你密码的解锁啦，所以说根本不用听音辨位啊！谁在那边跟我讲说这是天赋，我要揍人了！我这一度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天分，玻璃心碎了，你知道吗？等一下开机是不是？好久以前的电脑，我操！地卡是靠听觉，刚刚那个电池是不是要组合跟这个吗？欸、好像是哎、欸，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可是如果捡起来不能组合，我这就有点……还好可以组合，还好还好，不能组合我真的没位置了。拮据的生活。莉卡看不见嘛，我们慢慢走，不要出声音，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啦。好不？我有好多火药啊，但是我都不能捡啊。我记得在这里，如果发送那个发送讯号，克雷尔会从这边出现，不是吗？还是里昂？我有点忘了、欸。好，小心为妙。我这样的血量，我应该不会被利卡一击秒杀吧？贝瑶，赶快克就好了。欸，靠杯不见了，干林德嘞，妈去哪里啦？干林老师，我想要不要先发制人啊？哦哦 ，Holy shit！Holy shit！Fuck you！ 啊 ！What the hell？ 林北库迪包了，我先去换一下尿布哦，等我一下。哎、欸，居然打利卡散弹枪子弹要花掉这么多、欸，哎，真的不简单啊！终于清空了，咱们可以回头拿一些东西了，好不好？行了，可以拿了，比如说这个，哎，对，还有什么可以拿？刚刚这附近，我记得好像回去的路上也有弹药可以拿。回头一下，这个吗？哎，我居然略过散弹枪子弹，居然没看见。
这可以组合吗？哦，变霰弹枪子弹，两个一般火药是那个啦，一个高级，一个一般火药是霰弹枪子弹啊。两个高级是什么啊？我记得说明书有写。两个高级是什么？浇血。哎，怎么没有写？其他？哎，按到 Voki 啊？两个高级是麦格农。原来如此。哎，这么药草？不是。那份文件好像没拿到，哪一份啊？嗯，有吧？有啦！你说子弹的哦？当然有，怎么可能没有？那个很早前面就可以拿的东西了，菱形的钥匙。哎，这是哪里啊？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里哦。哎，那我打从一开始，我可以不必这么辛苦，我可以从这边过来，然后再拿硬币不就好了？施主，您这是何苦呢？施主，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放炸弹嘛？然后那边那只僵尸在哪里？他跑到二楼去了、啊。我们先去装炸弹。博士是指暴君，要去炸门的。就这里。十秒。我站得不动会怎样？哎，我觉得炸一波僵尸要出来咯。我以为我受伤了。利卡要出来了。这个炸。看，利卡要来了，利卡要来了。好，你快门。利卡，别。一个女人，一把弓箭，一只蛇。干，不是吧？我在解锁，他还会给你。干，老师哎、欸。哦、好，快点！有了，第三个硬币。哎、欸，他直接拿到手了。还有，所谓在天花板哦。Holy shit！救命！救命！看你老师，靠腰啊！哦！哇！哇！哇！Oh my god！ 哎、欸，如果这样子打，对他丢闪光弹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搞不好这家伙怕闪光弹啊！哎、欸，不对啊，靠背他又没有眼睛，闪三小哦、啊。北七尼，自己骂自己啊！嘿嘿嘿嘿，老头白痴哦，他又没有眼睛，闪三小，老头真是北七尼！哈哈哈哈哈！聪明反被聪明误，低能儿。对不起啊，我错，我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觉得很抱歉，真的。我为我刚才的行为道歉，对不起。我怎么可以这么愚蠢呢？虽然我愚蠢的，好，虽然我已经愚蠢不是一天造成的哈，好，我已经不是这么的一般的愚蠢了，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我这次真的蛮蠢的，好不好？我先道歉了。我觉得那应该是用声音去吸引丽卡过去，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用声音去吸引丽卡过去，没有错的，绝对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现在有点想要存档，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存？我觉得我还是存一下好了，好不好？真的。啊！感谢镇魂幽冥的30块，阿里嘎多哥大姨妈子，谢谢。我觉得我还是先存个档好啦，我不想要再跑一次流程啦，反正怎么说，之后一定还会提供色带嘛，也不会说以后不会给了。到了新的据点又给了至少少说两个色带，气不气？啊，把它用掉好了，用掉。应该是这样子吧，没有记错。欸，对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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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林老师，哎呀 ，Are you Superman？ 盖林你，哈哈哈，救人哦！啊！所以说，其实我可以先解锁，先拿硬币，他等一下从上面跳下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师弟。我们可以安心的解，他不会下来的。没事。啊，你俩都来了。我炸了！我打了打打了耶！哎呀，杀耶！我来个我的，啊我的来来，哎呀，杀耶！啊啊啊啊！打！我靠！啊！一打！嗯，要拿才会触发哦，真假的啊？那我可以先这样子啊。你看那边是僵尸，还吃肉是不是？嘿嘿嘿嘿嘿，奥波，好爽哦！哈哈哈哈，先奥波一下，逃生路线已确定。啊！逃生路线已确定。各位知道这关要怎么过了吧？老头都给你明灯了。嗯？这个。准备喽。等，呀塞呀！新年快乐！干老师敲到我了，操你妈！等一下，大哥，让我过！
我在干嘛、啊？快往上爬！丽卡会不会破门啊？不会吧？他好像没有来。好，没事。大声！他说他还没做我的披萨，可能假日真的很忙吧，体谅一下吧。对啊，那你要推定，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啦。哦，也是可行的啦。好、哦，终于。耶！喂！然后我们的马文就死了。马文，您要死了吗？ Goes underground. That's it. That's our way out. 哪有人警察局有密道的 ？Marvin， 是不是？哪有人警察局有密道的 ？It's time to go. Hey, Marvin. We need to get you to a hospital right now. No, no, I save yourself. 完了，他快不行了。Go! Look, we can still make it out of here together. Just keep. It's too late. 来不及了。I tried, Leon, but I couldn't stop it. 马文的戏好多。We can't let this thing spread.It's on you now. Just go. 他怎么有点像威尔史密斯，有吗？好像哦。以后出真人版《恶灵古堡二》，威尔史密斯就来演这个马文好了，然后已经被骂爆。为什么威尔史密斯的威尔史密斯的戏这么少？我真的就这样走了。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回来吧。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回来吧，因为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拿、欸。现在门是关的。女神之路。嗯，这是羊馆欸，这不是一代的羊馆吗？怎么会在这里啊？哟，给色带了。你看，我靠，我只给一个，哈哈哥哥，你怎么只给一个？这要我怎么活啊？省着用，没关系，反正丽卡那边可以轻松过，顶多只是重跑一次流程而已，好不好，各位？我们就不存档了，好不好？咱们硬派有硬派的道路可以走，好，硬派的选择，活该嘛！硬派的方式啊，好，我们有硬派的方式，没问题。有第八季吗？什么东西第八季？硬币就是不存，怎样？然后等一下来自丽卡有没有？我已经想到我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待机。哎，那怎么可能？唯一的路啊！现在是哪里啊？上锁的门。欸，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欸，我靠，手榴弹都出现了，这些道具都要靠近才会出现那个标记，欸，有点母汤。欸，不对，靠腰嘞，什么声啦？我要小心一点。没事没事。
没带记，没带记。这带有86飙车吗 ？A186。我要买 GTR， 来买 GTR 哦。往上跑的那搞不好是金博士吧？完蛋了，我没有存档。别啊，威廉哥啊，干你老师欸，我没有存档啊。林北没有存档，我要怎么办呢？哪里可以闪？哦哦哦哦哦哦！没事没事，他跑不过我的，我他妈这么快，摩托还要……这里要怎么解？你快点快点，逃生出口在哪里呀、啊？快点啦，路！你不要给我突然滑鼠跑帅！啊，洗吧！我该不会真的要打吧？依照这个逻辑来看，我真的要跟他靠？情况不太妙嘞，这个情况靠三小。哇！这真的要打、啊？没有逃生区，没有逃生区。呀！爆了！射旁边的瓦斯罐。一击必杀？不会吧？马上红血！欧里坤！哈哈哈哈！干你娘！妈，死路一条！哪里有汽油罐啊？干，该不会这个吧？射三小。哇！他妈的，死定了，没有补血了。要被追上了。打眼睛才是正解啊！Oh my gosh! Oh my gosh! Come on! Come on! 阿里坤！啊！笨呀，妈妈，你也喜欢我、啊？哎呀，鸡笨呀，鸡笨呀！啊！他死了没？妈的，他妈去死啊！妈的，再来啊！哎 ！Oh my gosh！ 哇、哦，我要等他眼睛张开啊，哥哥！
完了，来生再会，各位来生再见了。Oh my god！死了！快张开你的眼睛！哦，我的五十一发，完了，我真的要狙了，各位，浪费太多子弹了。我说你各位啊，我剩一发啦，要么举枪自尽，要么被他打死啊！佳佳，瓦斯黄的，好哦。他这里不会死，打到眼睛变红差不多了。好，没关系，我们去丽卡那边。Jesus！没有子弹了，他现在应该是虚弱状态，干这个状态到底要怎么对付才好啊？他在哪里啊？这么会躲？我、哦、靠！他起来挥我，干！两眼开开，准备投胎。啊！掰卡咯，我就想说直接火力跟他杠上应该是不至于会挂、啊、不是不至于打不赢，但是要打他的眼睛，他真正的弱点。我觉得他等一下要跳下来砸我了，我就知道，这个到底要几次啊？玛雅内拉。哦，死了，被抓到了。王冠真的打不爆，不知道哎，等一下再试试看好了。我刚可能是真的没射到吧。